微风少奶奶孙芸芸被爆料婚姻出现危机吗？前天呢，被平面媒体直击，孙芸芸穿着超短热裤到北市金华地段去看房子，而近期呢，积极的寻找投资标的，目前锁定的是小坪数的住宅。而孙芸芸透过经纪人回应，最近的确是有投资计划，所以呢，才会一连看了很多的房子，但还是没有确定要下手。而日前她遭爆料和老公要离婚吗？她说，我最近忙着代理品牌的事情，非常的忙碌。神经怎么会有空去离婚呢？实在是太夸张的爆料了。